那现在已经8:30了吗？妈，你写作业还没开始吗？开始了。开始啊。就是你买了那香水柠檬，能不能做一下奶茶？乐乐就一直惦记着这个香水柠檬，周末在做，你现在写作业。然后乐乐，我跟你问你一个问题，你为什么又被老师投诉了吧？今天你们老师英语老师又找妈妈了，说你的作业没有写完，那是为什么？都不知道那个布置了。你不知道布置啦？那就是你没有写的。周末作业。那说明你就是这个。对吧，作业登记本没有登记呗。哇，这个屁没登记。那你为什么不知道他布置了？肯定是给别人擦了。看一下乐乐的作业是不是写的歪歪扭扭，老师说你作业写的有点马虎。太漂亮了。但是你那个字像咸菜。没有啊。像不像咸菜写的作业？乐乐，你写字写端正一点哦。老师说你最近写作业有点马虎。你看语文老师、数学老师，觉得要英语老师又要讲你了，说你作业写的马虎，每个老师都在讲你，必须要监督你们。这么大了，对不对？都5年级了，还要人家监督，看你写作业不听话，要你不好好写作业。要你老师让老师点名。端正吗？为什么还是这么歪扭扭呢？你这个字就跟你一样有气无力，垂头丧气，对吧？坐没坐姿，站没站样，这个字真是字如其名啊！屁！你们自己看这字如其人。我都没眼看，你不要说老师看不下去，我都看着看着都看不下去。乐乐呢？啊，乐乐呢？不知道，我不爱念。去哪了？咦？你怎么突然不见就突然又冲出来了？你刚才去哪里了？我看，你作业写的怎么样？为什么还是不够端正？再写，乐乐，我今天你写的很漂亮，那个字能不能再写的像以前那种漂亮呢？可以吗？啊，可以吗？什么字能不能写端正一点？全班，写端正，不是你坐姿，坐姿不对，你坐端正，坐干嘛？坐好，来，对，但手不头不要趴。